员。阿边啊，正你别系，加油！阿边啊，先到底。这是一场真恶激的政治斗争，正是从阿边总统斗倒呢，规个要瓦解所有反对运动，这才拢要瓦解掉。830大游行原本千方百计想跟陈水扁切割，没想到还是有人上台力挺，让切割完全破功。上台的主讲者更是火力全部对准马总统，甚至有人连粗话都骂了出来。我讲马先生 ，You are a liar。隐瞒马英九绝对错赛啦！明仔看到马英九就骂啦！这一骂让台上台下都很尴尬，主持人急忙想请人下台，但名嘴可不这么想。主持人不爱跟我讲落去啊！哈哈，拍死拍死！但是不要紧，隐瞒高点看。主持人罗志正眼看情况不对，亲自上场，不让谩骂继续扩大。